我们其实采取了坚决的、严格的防控措施，机动员各族群众非必要不要离开乌鲁木齐市，如确需离开乌鲁木齐市的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、旅客，免费进行核酸检测，没有异常之后方可离开。同时呢，我们提前通报相关的省市。由于疫情的影响，离乌出疆的航班和列车的班次不同程度的减少，有部分外来的到乌鲁出差的旅行人员滞留。为此，乌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所有营业的宾馆为滞留旅客提供免费食宿、免费接送、免费核酸检测，核酸检测合格后即可离开。如果遇到困难，可以拨打电话0991-2020-2202-370-2351-002，我们将全力予以解决。